响我生意啊！你先出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你拿着。这个呀，是我今中午多做了一份，也糊了，卖不掉了，那就你吃了好了。你付我1块钱吧。吃完了没？没了。你身上已经有钱了？有呀。不多，应该刚好够咱们吃顿饭。老板，这给我们一人也整一碗1块怎么样呗？没有，这么好吃的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啊，赶紧吃吧。抠门，姐，老板结账，钱放盘子下边了啊。哎，咋了？钱给多了。留着吧。剩下的钱呀，以后多做点1块钱的面。老板，结账。啊，师傅。1块钱的面也算我一个。